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佛教智慧故事，沙门救母。娘，娘，娘，母亲啊，你离开20多年了，真想见见你，不知你现在可好？是在天道、地狱，还是转生为人了呢？母亲，儿啊，母亲，儿啊，25年了。今日总算得以相见，母亲何以落得如此地步？唉，一言难尽啊。母亲，我们去那边找水喝。没用，娘喝不到啊。母亲，我背你去。难道你堕到恶鬼道了？儿啊，你有所不知，娘前世为人时有一言大憾。郑武达，谁来敲门？慈悲的施主，能请您给我一点水喝吗？我自己都还没水喝呢，一口也不行。我还一滴呢，一滴也行，一滴也没有。去，到别的地方去呀、啊！太阳这么毒，再站一会儿我都要晕过去了。可有化解之法？有，请母亲快讲。你只要用瓶子盛满干净的水，水中插上一只杨柳，用你修行的功德力加持，再把这杨柳瓶中的水供养给众比丘饮用即可。南无喝了红大陀罗爷爷，南无法利耶，婆罗揭谛说婆罗耶，摩诃萨水波耶。儿啊，我好饿啊。母亲，你慢点吃。结果到底有多重，竟然要遭受这样的报应？母亲啊，您在世为人，常与不懂礼法的人往来，愚昧不明事理，生性吝啬，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果报啊。珍重，快趁热吃，今天娘可捡大便宜了。你看这山芋多大，不知道哪个粗心的蛋丢让娘捡了便宜。娘，你不要总是贪图这些小利。你这小孩子懂什么？又不是偷来的。娘，我去看看。你，谁呀、啊？化缘的。化缘？化什么缘？你还不快走！我宁愿把饭菜倒掉，也不会给你们这些骗吃骗喝不做事的和尚吃。阿弥陀佛。那善哉善哉。
你不给就对了，那些和尚就只会念经。可不是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给儿子做饭了。哦，娘，你以后尽量远离那些愚昧的人吧，多亲近那些贤德之人。才读几本书就教训起娘来了，难道你还要把大饼给那老和尚吃吗？不怕挨饿吗？罚你一天不吃饭。哦，的确是这样，我没有智慧，现在才得到了这种恶报，痛苦难言。儿啊，救救我吧。母亲现在得到这样的恶果，为儿的要怎样才能帮你解脱呢？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便可救我。珍重把麦首饰所得全部用来准备饮食水果，以母亲的名字供养众比丘僧。儿啊，你代替我供养僧众的功德已经让我解脱恶鬼道了，我已经可以享用水和食物了。如此甚好。阿弥陀佛，感谢诸佛菩萨慈悲救护，让我母亲离苦得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若能以饮食、卧具、医药等供养十方僧众，借此十方僧众精进共修之力，以及功德回向之力，能够使供养者往昔七世父母、六亲眷属皆得远离三恶道，现世父母及供养者本人长寿无病，昼夜吉祥，衣食自然具足，身心安乐。耶稣密多缘。是极有福德之人，难怪天降甘霖啊！不如取名叫耶稣密多。这是八功德水呀、啊！八功德水。是啊，这毒水具备八种殊胜：澄净、清冷、甘美、清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此子日后定会出家，证得阿罗汉果。耶稣密多在八功德水的滋养及长者夫妇的爱护下，一天天长大，成为人见人爱的俊美青年。啊！佛陀，我愿抛弃世间所有，皈依佛陀，跟随您出家修行，证得道果。善来比丘，须发自若，发福助身。啊！出家后的耶稣比丘精进不懈，对于佛陀的教诲信受奉行。不久，
即证得阿罗汉果，不仅具足三明六通，亦得八种解脱。诸天之人及世人，无不对其敬仰赞叹。世尊，耶舍比丘过去生究竟修了什么样的福报？今生一出世，便天降甘霖，口中自然伸出八功德水，不需他人哺乳，又能得遇世尊，随佛出家，证得道果。过去贤劫中，迦摄佛住世，于波罗奈国度脱无量众生。师傅吧，师傅，那位老施主已经变卖所有财产，做供佛之资。是吗？他已经过了三天三夜了。出家后的欧比丘，却不用心思维世间无常之理，反而懒散懈怠。不久后，老比丘重病缠身，医生告知需以酥酪为药，病方可好转。好热，水。师父救救我吧，你的情况就像是恶鬼道的众生所受的苦，非仰仗大功德力是无法解脱的。你现在快取我瓶中的水供养清净僧众。师尊，我现在碰到这样的灾厄，死后恐怕会堕入恶鬼道中，我愿师尊慈悲哀悯，为我开示消此灾难。现在的你唯有以净水供养僧众，仰仗清净供养功德力，才能脱离堕落恶鬼道的果报。老比丘听完佛陀的开示，心开意解，信受奉行，从此以后不再多来。每天以净水供养比丘大众，极致命中从未懈怠。啊！因为这样清净的供养功德，生生世世口中常有清净八功德水满足所需，直到今生有因缘随我出家修行，证得道果。当时的老比丘就是现在的耶舍米多，诸比丘闻佛所说，皆信受教诲，欢喜奉行。水有八种功德，分别有八种表意，所以供水因缘十分吉祥。一，清凉表意，持戒清净。二，味甘表意，胜味，得享百味食。三，轻柔表意，身心堪忍壮健。四，至软表意，意念畅顺。五，清澈表意，意念清明。六，无嗅表意，净除罪障。七，一口表意，
音声和雅，成就妙语。八，养胃表意，身不升级，康健无病。伏虎禅师。相传过去燃灯佛为广度众生，延许度生悲怨，曾于宋代降生闽南泉州，俗姓郑，法名自言，道行高洁，美多灵异，后人尊其为定光古佛。某一言，自言法师云游到青州府武平县。嗯，好地方。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祈述给孤独院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居迟罗、离婆多、周离盘陀迦、难陀、阿难陀、罗侯罗。年轻人，何事惊慌？刚才，别着急，慢慢说。我看见老虎了。老虎？是啊，山中有只猛虎，已经咬死咬伤好几个人了。哦，既然你知道山上有猛虎，为何还要上山？母亲生病了，我要给母亲采药。孝心可嘉，你再次歇息片刻，我且去会会那只猛虎。法师别去了。哦，为何？怕我被猛虎所食？这不瞒法师，那猛虎着实厉害，之前官府悬赏多日，实在无法，只好请了一位法师设法驯服。没想到还没施法，那位法师就给猛虎吓跑了，此后再无人敢上山。如此我更要会会他，你在此等候，切莫乱动。哦，休得无礼。你前世恶业未消，今生投生为兽类，不要再造杀业害人了。山下村庄最近时有牛羊被咬伤，村民忍无可忍，正商讨联合所有精壮男丁，打算明日上山打虎。这样吧，你回去转告村民，给我一天时间，保证猛虎不会再下山伤害牲畜。好的。老虎啊老虎，你今日再不现身来，明日可就要有难了。你为何伤害人类？我伤害的那些都是不忠不孝、为非作歹之人。那又为何伤害牲畜？那些畜生都是前世和我有着深仇大恨之人，今生沦为我口中之食，也是报应。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月月相望何时了？你何不放弃仇恨，随我修行，免受六道轮回之苦？此命终后，必定不再堕落畜类，得佛力加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生善道，得以修行佛法。猛虎，你听好了，你今生堕落恶道，很是痛苦，一切皆是恶业所致。我现在为你受三皈依，让你正式成为佛弟子。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现在为你证明三皈，愿你脱离罪恶之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畜生。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好了，你已经是佛弟子了，跟着我念佛修行，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吧。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骨孔雀鹦鹉舍利迦林平加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诸和雅音，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吾汝为此鸟宝是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三恶趣。因慈悲为怀，为猛虎说法而得伏虎禅师之号。如来智慧无处不至，何以故？无依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单以妄想颠倒执着而不正德，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爱智，则得现前，证得如来无量智慧，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佛教智慧故事，燃灯古佛。
请随我来。啊！我听说您明达经纶教法，喜好布施，户外踏众如护己身。我敬仰您的威德才学，所以想拜您为师，跟随您修持梵行。哦，你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悟性，实属难得，为师且收下你。当时有一位佛出世，号剃如来，具足功德，范志欣喜地做了皈依，并准备请佛及僧众留自家七日，以礼供养。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们真有福德。是啊，想起就要见到佛陀，真是兴奋得难以平静啊。你在想什么呢？啊，我很想供养佛陀。你供养佛陀？嗯。你一无所有，拿什么供养佛呢？啊。啊。师父，弟子也想供养佛陀。哦，好呀，你想如何供养呢？可否准许弟子下山化缘灯油灯芯，点灯供养佛陀？为师答应你，但是……但是什么？但是这七日七夜佛灯不能灭掉，灯油灯芯一定要充足。师父放心吧。你不是那个？对，婆婆，我就是那个讨饭的小乞丐。你为什么要来化缘供养佛陀呢？正因我前世没有积累资粮，以致今生贫穷卑贱，现在遇到如此殊胜因缘，一定要种下福德，所以愿以此点动功德，遣出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好，你等一下。就这么多了。谢谢婆婆，愿您永远喜悦吉祥。从此就这样连续几日往返于山上山下，顾不得疲累，终于在佛及僧众到来前化得七天七夜的灯油。怎么现在才回来？马上就要迎接佛及僧众了。这个交给我吧，你看你浑身脏兮兮的，快去洗浴干净。剃如来加持童子，令其火光彻夜长明，而他的头却不受损伤。而童子一心专注于佛法之意，心无杂念，如是安住七日，无有一点懈怠疲倦的念头。
于是佛为童子受记，过无数劫，汝当成佛，浩然灯，脖颈肩膀皆有光明，将教导拯救众生，获得解脱，功德无量。佛陀可否为弟子受记？待童子成佛之时，他会为你受记成佛。这位梵志就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久远，二阿僧其九十一劫，太子阿黎密罗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起名燃灯。后来国王登圣临命终时，将国政嘱托给太子，太子深知世间无常，将王位转授其弟，自己出家修行，日日燃灯供养佛。当时有佛名宝寂如来，见阿黎密罗颇具佛性，乃为其受记，预计其将来成佛，名定光如来，亦称燃灯佛。点灯功德，获得八种无量资粮。一，得无量正念资粮；二，得无量大智资粮；三，得无量信心资粮；四，得无量精进资粮；五，得无量大慧资粮；六，得无量三昧资粮；七，得无量辩才资粮；八，得无量福德资粮。上会童子受记成佛。在过去久远劫之前，有一位修净梵行立志成佛的善慧童子，梦卧大海之上，肇事此身尚未获得解脱，还处于生死大海之中，梦枕须弥山，预示将来可出离生死，得般涅槃。梦大海中一切众生入你身内，预示将在生死大海中做众生的皈依处。师父，梦见左手高举太阳，右手托着月亮，又是何意？手擎太阳是智慧光明普照法界，手托月亮于是你将用方便法门化导众生，使他们远离无明热闹，熄灭欲念之火，永得清凉。这五个梦正是你将来成佛之相。谢谢师父开示。提和卫国城的百姓们正准备迎接提和卫国国王的哥哥燃灯佛莅临国城说法。你善根深厚，借此诚心发愿，将来定会正道成佛，度化无量众生，彼时再来度化为师。这五百钱你拿去供养燃灯佛。是师父，弟子定不负师父所望。大叔，我想买鲜花。哦，你来晚了，鲜花早已卖完，甚至连华曼、香油之类的贡品都卖光了。啊，这位姐姐，可否把你手中的花卖给我？不卖。姐姐，求您了。这七朵莲花是我和母亲省下三餐买来供养燃灯佛的，不能卖给你。姐姐，我愿意用身上全部五百斤买下其中的五朵莲花，还望您成全。啊，你这个人好奇怪，这样苦着自己却舍得以五百重金来求取不过数钱就可买到的莲花。嗯，这是为了什么？为向燃灯佛许愿，为欲成就一切种智，度脱无量众生。那为何偏偏选择以莲花供佛呢？世上唯有不着成垢的清净莲花，才能表达施者空、受者空、公物一空的三轮体空，象征无相不施的真谛。好吧，善良的人，我可以把花卖给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我看您身心勇猛，端正无双，将来必定能够正果成佛。如果您不嫌弃我愚笨，能否答应正道成佛后收我为您的弟子，让我生生世世跟随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您若答应，我就达成您的愿望，否则我的花是不卖的。愿您生生世世种下善根，一起奔向菩提大道。啊，我是女儿身，不方便到佛前供养发愿，这两朵莲花请您代替我供养燃灯如来。姐姐放心，我一定办到。燃灯佛来了！祈愿燃灯佛长久住世，为众生转妙法轮。祈愿燃灯佛怜悯我善慧童子，受此七朵莲花，愿我未来得成佛果，如燃灯佛度脱无量无数的众生，满足众生成佛的大愿。不能让污泥染于佛足。善哉善哉，善男子，你在九十一劫后将成佛。佛陀，可否为弟子受记？待童子成佛之时，他会为你受记成佛。于娑婆世界名号释迦牟尼，广度无量众生。善慧童子就是后来娑婆世界的本师释迦摩尼佛，屈仪就是悉达多妻子耶稣陀罗，后来亦被受记，将来成佛，名号为具足千万光相如来。若有众生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一者处世如花，二者身无臭秽，三者拂香戒香，四者随所生处鼻根不坏，五者超胜世间为众归养，六者身长相结，七者二要正法受持读诵，八者巨大福报，九者命中升天，十者速证涅槃。市民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望子岭。相传燃灯古佛成佛后，在民间显现很多不可思议的神迹。在荆州就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夫人快趁热喝吧。喝也是白喝，夫人还是喝了吧，说不定这贴药还真管用呢。先生怎么说？你倒是说话。那个算卦先生说
说什么？急死人了！说老爷注定命中无子。啊！我就说嘛，连药都白吃了。老爷，听说南安岩君庆寺中的古佛大慈大悲，有求必应，老爷夫人不妨去求求。有求必应，老爷，要不我们去一趟？哦，歇一会儿吧。都快走两个时辰了，还有多远？三五里吧。我余毛一介之天命之年，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余家三世单传，不能到我这儿断了香火啊！弟子在此向古佛祈愿，求佛慈悲为怀，赐我子嗣。一千，一千！老爷，这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明白了，意思就是让我们做一千件善事。对对，我怎么没想到呢？可是老爷，我们就算每天做一件善事，这一千件也得做三年多啊。哎，我们三十年都等了，不差这三年了，倒是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做呢。老爷，夫人，送去了。是啊，喜欢得很呢。那几块布料够给三个孩子每人做两套衣衫了。哎，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也够可怜的了。今冬再给他们送几斤棉花过去。夫人，您和老爷心肠可真好。等一下，因你拯救数百只蚂蚁的功德，一千件善行提前圆满，不久你就能如愿怀上身孕了。恭喜于老爷。同喜同喜，诸位多喝几杯啊。恭喜恭喜老爷。找了你半天了，还不快去招待客人。是老爷。老爷，我们自从有了儿子，光顾着高兴，还没有去还愿呢。是啊，夫人，差点忘了。等会儿儿子醒了，我们抱儿子一起去感谢古佛吧。老爷，你看儿子好像没有呼吸了。
儿子他没气了。别哭了，我们还是去求求古佛吧。是啊，古佛法力无边，一定可以让儿子死而复生。都是我的错，不该把被子盖得那么紧密，把儿子活活闷死了。古佛啊，求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儿子啊，他才一岁啊。都怪我，孩子过周岁不该杀鸡宰羊，大宴宾客早下杀业，我今后一定吃素念佛，不再杀生。夫人，你看前面那个小孩好像是儿子啊。是儿子，儿子活过来了。后来余姓夫妇施舍大半财产供僧，从此吃素念佛，积德行善。因为这段故事，后来的人就把南安岩20里处的这块地方称为望子岭。佛教诸多经典中提到许多供香的功德，如一，罪障消除；二，福报优厚；三，来世尊贵；四，所求如愿；五，远离恶趣；六，见惑解脱。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0398987。山鸡的保护神。好漂亮的山鸡啊，爷爷，我们把它们捉住带回家养着好吗？现在可不是捉山鸡的季节哦。哦，为什么？现在正是山鸡寻找配偶、哺育后代的时候。你看刚才那两只山鸡成双成对，它们应该马上就要产卵，孵化自己的孩子了。
原来是这样啊，原来他们要当爸爸妈妈了。没错，这时候我们怎么能捕捉他们呢？我们得要让他们在大自然里生下更多的小山鸡才行。怎么回事？这几天天上的乌鸦可真多。当然了，每到山鸡产卵的季节，乌鸦们总会飞出来偷吃山鸡蛋，所以一旦母山鸡产下蛋后，山鸡夫妇便会一直守护着，像保护神一样捍卫着那些山鸡蛋，直到小山鸡孵化出来。山鸡父母可真不容易啊，为了保护他们的小孩可是日夜辛苦的。当然了，做父母的为了自己的孩子那都是全力以赴，甚至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自己的孩子的。全天下父爱母爱都是最伟大的，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一样的。嗯，当山鸡的蜜月期过去后，雌鸡胖了，它产下了一窝蛋，开始进行孵化，而雄鸡则瘦了，因为它既要寻找食物，又得警戒巡逻保护着雌鸡和那些待孵化的蛋。这个地方真是太棒了，既安全又隐蔽，这样我也可以自己出去找些食物吃了。老婆，你不能大意啊，那些乌鸦可都精明着呢，还是让我把食物带回来给你吃好了。老公，你每天那么劳累实在太辛苦了，再说了，这周围就有很多食物，我就在这周围找点东西吃就行了，也可以出来透透气的，不然整天待在里面也是很无聊很闷的。好吧，不过要我在这里的时候你才能出来，一旦有意外我就会通知你，让你不要受到伤害的。嗯，好的。宝贝，你们的爸爸真是我们的保护神啊。你看，这里有两只山鸡，它们的窝一定就在附近。对，好久没吃到山鸡蛋了，我都馋了，现在想想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老婆，乌鸦来了，赶快保护我们的孩子。啊，乌鸦！我看到了，那里有个洞，山鸡蛋就在那里面。太棒了，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啊！可恶的家伙，差一点就得手了。兄弟，你先缠住他，我去吃美味了。太棒了，竟然有这么多蛋！你这个坏蛋，不要碰我的孩子！哎呦呀呀，好痛啊！下次你们再敢来，我就啄瞎你们的眼睛。我们的巢穴被乌鸦知道了，之后可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以后还是由我给你找食物好了，你就安心在这里照顾孩子们吧。好吧，只能那样了，以后就要辛苦你了。没什么，只是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可要充当孩子的保护神了。从那天起，雄山鸡开始忙碌地照顾雌山鸡的饮食。然而这一天，它刚从山洞巢穴出来没多远，便看到了前方草丛里躲着一只狐狸。啊，狐狸！老公，早点回来呀！啊，那里好像还有一只，今天真是幸运啊！糟糕，这下该怎么办呢？如果我逃跑的话，那我的妻子和孩子一定会被狐狸吃掉的。不行，我要保护他们，不能让他们受伤害的。哎呀，这只山鸡疯了吗？竟然还敢朝我飞过来！好痛！可恶的山鸡！天色渐渐的黑了，雌山鸡等了整整一天，也没等回自己的丈夫，她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便叼来了一些枯枝，遮挡在窝里的蛋上，然后走了出去。老公怎么还没回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天啊，他真的出意外了！老公，我的老公啊！不好，我的孩子还需要保护，
我得回去保护他们。你们这些混蛋，快给我滚开！可恶，山鸡又回来了。我们先撤，雄山鸡已经被狐狸吃了。我就不相信这只母山鸡能不出去找东西吃，只要它一离开，我们就有机会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已经不在了，以后就由妈妈来保护你们。你们放心，只要有妈妈在，你们就不会有事的。为了孵化保护自己的孩子，雌山鸡一步也不离开他们，渴了就将嘴巴插进石缝里吸着泥土的湿气，饿了就啄食面前枯枝，剥食上面的树皮。转眼间几天过去了，它饥渴难耐，已经奄奄一息。好饿啊，孩子们，妈妈快坚持不住了。孩子，我的孩子们出来了。妈妈，太棒了，我的孩子们都出来了。走，孩子们，妈妈带你们出去找东西吃。还没长大的小山鸡最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因此山鸡妈妈每天都一步不离地跟在他们身边，充当着他们的保护神。小山鸡太棒了，嘿嘿嘿，今天能美餐一顿了。好漂亮的蝴蝶！喂，蝴蝶，你别跑，和我玩一会吧。哈哈哈哈，太棒了，它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孩子，不要乱跑，快回来。妈妈，我想和蝴蝶玩一会。不行，赶快回来。可恶，就差一点了。不行，到嘴边的食物不能丢掉。孩子，小心身后。啊，蛇，救命啊，妈妈快来救我。你往哪里跑？不好，可恶的山鸡竟然来坏我的好事。快，赶快过去那边，这里危险，你休想伤害到我的孩子。山鸡妈妈和这条蛇纠缠打斗了起来，山鸡一边灵巧地躲闪着，一边用嘴巴不停地啄着蛇身。好痛啊，可恶的家伙，今天我非要了你的命不可。哎呀，糟糕，哎呀，不好，妈妈有危险，我们要赶快过去救妈妈。对，我们要去救妈妈。快离开这里，你们不是蛇的对手，它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吃掉的。你们快走，走得越远越好。快，听妈妈的话。啊，我快没有气了。不行，我们得救妈妈。妈妈，我们来救你了。哎呀，好痛啊！妈妈，妈妈，你快醒醒啊！妈妈，你不要离开我们了。妈妈，妈妈。我们还需要你的。嘿嘿，好多小山鸡，太棒了，今天能饱餐一顿了。哎呀，不好，有狐狸。不好，有猎人。哎，我们来晚了，他已经死掉了。这些小山鸡太小了，没有妈妈的保护，他们很难存活下去。爷爷，我们收留他们吧，我要做他们的保护神。好吧，我们就当他们的保护神，保护他们平安长大吧。生命滴滴，生生不息。